你拿在手看一下，四种颜色的，好不好？四种颜色，四种颜色，粉的，那白的，蓝的，黄的，我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。今天呢，我是来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老朋友这里啊，他跟我说他有块高货让我来看一下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了啊，2002。阿里，我来了。哦，刀哥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来吧来吧。最近怎么样了？差不多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还好，还好吧。但是赌的有一点不好吧？赌的有点不好，赌的有点不好。那你少赌点吗？对，来丢一下嘛，丢一下嘛。来，赌的你看，你这是看一下，这正儿八经的，那有一些石头的，都的，哎呀，大概有，应该有，是吧？但是。我一般的就我不给你看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一个电话我就过来了。对呀，我好久没有联系了，为什么？没有高货，我不跟你联系。我知道，我懂你。但是这段时间呀，垮了很多呀。垮了很多。对呀，买了一批，嗯，垮了很多，还涨了一个。涨了一个。对，你要给我看的就涨的那一个。涨了一个。你拿在手看一下。四种颜色的，好不好？四种颜色。四种颜色。四种颜色的。对，一个两个色都很难的。结果是四种颜色的啊，你拿过来我看一下。而且后浆的水房上，后浆的非常牛逼，你拿出来我看一下。哎呀，结果是，来看一下，好东西，四种颜色，四种颜色，是啊，我去，这里有两种啊。对，我们其实先自然光看一下，就这个色颜色分布很好。对，那我们这样看应该是可以看到三种颜色，对吧？只有三种颜色吗？你好好看一下，好好研究，好好看一下是吧？对，四种颜色的。我先看一下吧。这料子呢是一个后浆敞口的啊、嗯，然后目前我是只看到三种颜色，啊、嗯，应该是这里，你看一下，因为这里有点色差嘛啊。很压手的，粉色的这边是。嗯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啊。它这个料子啊，那我就要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个料子呢，它是一个后浆敞口的，皮壳是非常的紧凑，最关键的是它有四种颜色，这是它唯一的特色。种水也是非常的好，因为自然光啊，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胶块果冻肉质了。我们现在压灯看一下啊，首先第一点，第一种颜色是这一边，这边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淡春的状态，然后在这一边它是有点大白肉的感觉啊，但是它是带了一点点的底色。看到没，这个底色比较淡，这边呢它是一个两种颜色，其实啊，其实自然光这样看的话，在视频里面可能看的不太清楚，但它确确实实是两种颜色。然后就是这一面，这一面呢，这上面啊很清楚啊，这个色彩就非常的分明了，对吧？然后它这边呢是有点偏蓝底，看到没有，我去，这种料子就非常难得了，很稀有的货，很稀有的货。对，来看一下，粉的、白的，然后从这边打的，你们应该看得清楚一点。那白的，然后这边蓝的、黄的，我去，嗯，这种料子，对，它属于福禄寿喜呀、啊，福禄寿喜了。这个料子可以这样讲啊，嗯、其实这个料子你现在啊，把它配个底座 啊，放起来，或者说就直接放在你那柜子里，对。在未来不说很多年，就随便放个几年，它的价值都会越来越高，高很多啊。但是现在是没办法，我想买新一批高货，想买新一批高货，对，所以说我要换变成人民币嘛，是吧？我都跟你讲了，自己少赌，你要自己赌啊。我也想赌啊，没办法，你不是这个料子、啊，料子肯定是好料子，但是这个料子我说实话啊，不建议去切它，为什么？因为像这样的料子在市面上真的你切一块就少一块，因为这是属于一种特色料，四彩的料子。然后它这一面呢都是其实还可以扩窗的，它没有再扩，因为它这里已经扎了几针，非常的明显啊。这里我给你看一下，那这个粉色的是非常的明显的，它是可以继续扩的，它没扩了，给我们呢也是留有空间的，相当于知道吧。啊，我买了好几年，我懂的。好料子啊，也没有变种的迹象。没有。这个料子你确定要出啊？没办法啊，我现在看到新货，哎、我要想卖新货，想卖新货，想不够啊。你这个料子多少钱想出？哎呀，我们已经老朋友了是吧？我也多待不住了，45万，好吧？45啊？我也多待不住了，好吧？
这个料子重量大概在于3到4公斤左右。对对，有。你要45万？对。那像这样的价格呢，肯定是高了。还高吗？不用啊。这样的价格，那我肯定是拿不了。你如果说放个很多年，比如说放个10年20年，你可能值。但你像说现在的一个市场，肯定是值不了这么多的。值不了这么多啊。对，我们关系归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做生意嘛，一码归一码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我懂。啊，如果说这个料子你想出啊，嗯，因为这个料子呢，它是属于收藏料，基本上就是不做货的人不要动它，对，直接收藏。不动它的情况下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想说直接一点就是拿来投资，啊，对吧？对呀，啊。那你要说我拿来投资，就是用最低的价格去买它，肯定是最划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钱放银行，它也是有利息的。我买来说直白一点，啊，就是配个底子这样放着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嗯，啊。我要让它有升值空间的话，那只能说慢慢的等它升值。等它升值，我懂了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意思。那你要说40多万，说实话啊，没什么空间了。那这样吧，那多的也不数了，好不好？嗯。看狠一点吧，好吧，嗯，我也不墨迹了，38。38，对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好吧。这样吧，阿里，我不给你墨迹了，好吧？我给你20万。啊，朋友啊，20万就太远了你，朋友，真的。结果你看你直接一种两种都颜色都很难的东西。我知道。4种颜色，你我知道，像这种东西呢，确实很少。对呀。但是我刚刚也跟你讲了，这种东西又不是说拿去做货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要说它能够切出来4种颜色的手镯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，嗯，你说它改口，那价格高的吓人。你要说40万，嗯，38万，嗯，我放个几年才能卖这么多钱？你现在让我付这个钱，但是你说20万真的太低了，你朋友啊，真的太低了。这样吧，我都在不数了，好不好？35嘛，35，好吧。35也不行。哎呀，那你说20万呀，朋友啊，真的。我们又不是说合作一次两次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吧？我给你加一万，好吧？21万，不是给我加，太低了，朋友。这样吧，我是不做了，30，不墨迹，好吧？30。你这样，我也不给你墨迹，嗯，好吧？嗯，你爽快，我也爽快。哎，我给你一口价，22，又给你加一万。我本来是我也诚意出来了，朋友啊，30差不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不讲那些，嗯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嗯，你有高货才会找我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只要一句话，我都会来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既然跟我讲，你现在要卖掉这个料子，我说实话，这个料子其实你不卖的情况下，后期啊，它的发展空间可能会更大的，升值空间也高。但是你现在既然要卖，那我们就是按照现在大概的一个价格。你要说放个10年20年，这料子随便不值这个价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你也知道，你还给我。但是你现在你说要30多万，30，嗯，我就感觉现在很接近了嘛。你说22，我说30，你看对，差不多嘛，反正我接近了，差不多，没必要拉价格，反正我就给你22，好吧？你要觉得可以，我就带走；你要觉得不行呢，也没关系。对不对？你来都来了，我还是不行的。再加一点嘛，再加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料子，嗯，不能再加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说我加个几千或者怎么样，我不是说在乎这个钱，我也加得起，嗯，对不对？没必要了，知道吗？既然我说了一口价，你说我两个还拉这个价格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可以了，这个料子就22成交了，好吧？如果说可以了，你就给我；不行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关系在这里啊。知道我这个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来，不墨迹了，好吧？你这就爽快一点嘛，哎，已经老朋友了，好不好？装一下，哎，好，嗯，我去拿钱 ，OK， 好吧。哎呀，好吧，好吧，你拿着一下啊。哎，那行，那这个料子啊，4种颜色的翡翠，不知道老铁们有没有见过，好不好？大楼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大楼，下一个好好给了。那行，那我们今天先记录到这里，因为我要去给他拿钱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先记录到这里了。有喜欢刀哥的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